陛下，您醒了，怎么样？是不是感觉好多了？ 您看我已经恢复如初了，陛下也很惊讶，对不对？我也没想到，右氏的接骨术这么厉害。右氏，给你接的骨。嗯，而且陛下的草药也是他给的。 陛下，您担心是陷阱，对不对？我也担心过，不过那草药我尝过了，倒是没有问题。只要能让陛下活，不管是什么阴谋诡计，我都愿意接招。陛下，与其等着第三人来救我们，不如我们自救。 知道你今晚要动手杀安王，是。可我完全没有发现他在监视。不用看了，他应该是猜到的，不是看到的。他到底想干嘛？他的目的只有一个，想杜绝我杀安王的念头。而且他这么做，不是为了求子良，是另一个人。 谁？右相。大人，后天就是册封大典，安王还活着，齐燕也活着，胭脂、程若愚、邱子良，所有人都可以不必死，活着再开新局。 决定要动这颗棋子了吗？报国。明日，你就能再听一遍正式的了。陛下，真的要放弃吗？要不然。 手足相残吗？知否，回否，欢喜否，朕很欢喜。陛下，您不一样了，对不对？以前的陛下像弓。 总是绷得紧紧的，现在的陛下，以前紧绷呢，是因为舍不得皇位，总想要两全之策，可现在，什么都舍得。 Thank you.
你很好。你是大兴的新君，大兴的希望。好，来，本宫高兴，给你亲自戴上。这个王冠好像挺沉的。沉，这是大兴的责任。你怕什么？只要本宫在，你承受得起。义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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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